田乡中山路与自强路口，普通重机烈性驾驶北上直行，至该路口超车时擦撞同向银色修理车，重机车倒地冲向一旁早餐店内，店内无人受伤，造成该店内柱子受损，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，烈性驾驶送医后状况良好，本分局后续厘清肇事责任，同时呼吁驾驶人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，小心驾驶。